音乐剧。哦、okay ，对，会在八月到九月之间上演。OK，、哦、所以这音乐剧叫什么名字？维尔。维哦，就是唯一的续版。对对对，就是第二，对对就是 sequel、嗯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也是跟新谣故事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跟音乐有关系，可是这次跟新谣。嗯，会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就、啊、是它的风格、okay ，还有我们的造型、走的那个曲风都不一样。是、嗯、我相信是非常精彩的，那很快应该也会知道那个订票详情等等的嘛。嗯、所以大家如果你喜欢慧贤的话呢，要多多的给予啊唯二你的支持。哎、欸，当然慧贤难得你来的现场，就是要支持这个唱新谣爱生命的这个活动，能不能通过你来呼吁一下支持你的粉丝啊，还有在现场的朋友多多捐款呢，为 Viva Foundation， 是就是很。感动看到那么多人到现场为慈善出一份力，然后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有头发的出头发。然后昨天我在 Facebook 有看到有很多人都上前来捐头发，而且还有年龄很小的姐妹们，让我看了觉得很感动，就是团结就是力量，是真的。所以希望今天呢大家能够团结的伸出援手啊、有钱出钱，然后有头发出头发、嗯、也非常的谢谢慧贤呢今天出席这样的活动，然后把这个讯息呢跟爱你的朋友一起分享。谢谢谢谢慧贤，谢谢。